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小马视频，我是小马。今天咱们继续学习 ES6 啊，呃，今天咱们的标题是，大家请看啊，类定义 class。呃，从 ES6 开始呢，正式导入类的概念，在 ES5 中并没有类的概念啊，ES5 中它有类似于类的概念，什么呢？function。使用起来其实挺别扭啊，在 ES6 中才是真正的导入了 class。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哦。呃，首先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，就一个 ES6 的类定义。 该怎么定义？咱们马上看实战演习，啊，就这么定义。大家请看，非常简单嘛，对不对？关键字 class 空格跟上类名，然后呢一个大括号里面是类封装的内容，非常简单。然后呢构造器，大家请看这么写：constructor 跟两个参数姓名、性别，然后呢把这两个参数大家请看付给模板级的 name sex。 但是呢，我却没有定义模板级的 name sex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是 Java 脚本好的地方啊，它自动给咱们定义，非常的方便啊，代码呢很简洁。然后大家请看，我还定义了一个类函数，里面呢去引用到模板级的这两个变量，没问题吧？引用的方法呢也是用 this，这个请您注意。好，接下来再注意看，这个是其他的语言中也都有的什么静态方法？那请看 static info。St 没问题吧？什么叫做静态方法？咱们学过其他语言的类概念的朋友应该知道啊，就是说，呃，我这个类不用实例化就能够引用的方法呢，叫做 static 静态方法。在 ES6 中呢，同样给咱提供这种机制啊。所以说，通过真的是通过这个 ES6 开始，呃，咱们使用这个类的面向对象的编程不输其他语言啊。好，咱们看看这个 Player 类该怎么使用啊？呃，也是不难，大家请看，let 定一个 Player 的变量。 然后呢，大家请看 new player，这非常像面向对象的编程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里面传两个值，一个呢是库里，另外呢一个是性别男，没问题吧？OK。然后呢，我用 console log 来输出，怎么输出？player player 点 name，player 点 sex 性别就能够输出。然后这两个大家请看，就是它默认的两个属性，在构造器中呢，用通过这个 this 方法呢，隐式的给咱们定义出来。 所以说呢，代码非常简单，使用起来呢非常的方便。然后呢，咱们如何使用这个受方法也很简单嘛，因为它是实例方法，所以说用 player 点受啊就能够使用到这个方法啊，没有问题。那么静态方法该怎么使用 static 大家请看 p l a y 点 info 大家注意看我下面这个 player 可是一个大 P，这大 P 跟小 P 有什么区别？大 P 是这个类名，小 P 呢是这个变量名。 一定要区分开，只有大 P 类名才能够引用到静态方法，这个地方呢请注意，这个地方呢和其他语言也是一样。好，那咱们马上运行，看一下这个代码的结果。好，咱们试一下，我现在马上拷贝过来，咱们就一下，哎，稍等，咱们就一下全拷贝哦，因为我在虚拟机，所以说可能有点慢，不过也不慢。OK，马上运行、啊。 一点不慢吗？<laughs> 一点也不慢啊！我一般开发其实都在虚拟机里面啊。Node，然后是 test，回车。大家请看第一行，库里南，没问题吧？对应了哪儿？对应了这行，库里南，哎，稍等，库里南，没问题吧？一个是名称，一个是姓名，一个是性别。接下来，库里的性别是男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这个受方法嘛，对吧？这个受方法在这地方写出。稍等啊，我把这个鼠标移过来。大家请看，这个受方法，这个地方写出。 呃 t h a s、uh, e r name 库里，然后的性别是 t h a s e r sex 男，对吧？所以说这是输出，库里的性别是男，没问题吧？成功的引用到了模板级的两个变量，然后 player 点 info，这是一个球员类，您可以使用它建立自己的球员。这个呢就是 info 里面的信息，大家请看这个地方，对吧？也就是说。 我用大 P 的 Player 没有实例化，用类名就直接可以引用到 Info 的方法，因为它是静态的嘛，对不对？ OK，这就是简单的类的使用，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？应该不是很难啊，哎，应该说是非常的简单。我用过这么多语言，这么多类，感觉只有这个 ES6 的 Java 脚本类是使用最舒心、最简单啊。因为最近这个 Java 出11了嘛，对不对？我看了一下这个 Java 出11的语法啊，呃，它也是弱类型了，慢慢慢慢变成弱类型了，非常接近于咱们 Java 脚本，哎，超赞哈、啊，好，这是一个杂谈啊。 哎，以上呢就是我给您分享的关于 Java 脚本 ES 六的类定义的方法，不知道您听完没有啊？应该不是很难。然后呢，今天我的代码呢会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，今天视频呢会传到 YouTube、优酷等供您观看，推荐您呢使用 YouTube 进行观看。好，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